28万买下46台呼吸防护具。他在脸书上表示，自己身旁有很多的神队友，没想到其中一个神队友就是在韩国的周子瑜。난도되게괜찮았거든그상코로나상황근데요새심해졌어요잘이겨냅시다꼭조심해하셔야돼요마스크꼭끼시고나가세요。周子瑜上礼拜过生日时，透过艺人桃子向他表达说，希望能为台湾做些什么，这是他的生日愿望。之后一口气捐了50台呼吸防护具，让贾永杰女儿都直呼她才是真正的女神。另外，桃子跟李李仁也一同捐赠20台呼吸防护具。另外，林依晨、徐伟宁、光良等人也捐10台，小 S 也出手送出20台，让贾永杰稍早又追加100台。他向大家道谢，暖心写下：“疫情结束，我请大家吃饭，只希望防疫期间尽一份心力，跟医护共同努力。”